心灵的修炼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只有淡定平静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人生的真滋味。只有拥有淡定安详的心态，才能在粗茶淡饭中享受天伦之乐。只有具有淡定的心态，才能在喧嚣浮躁的世间保持一份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非凡境界。